三个多月的等待，中信兄弟陈嘉和终于伤愈复出，回到球场。连男婴学弟郭彦文看到他都开心地跑过来闲话家常一番。自从五月初扭伤脚踝后，陈嘉和在二军花了不少时间调整状态。我是刚好受伤到脚踝，就是手背啊打击都会影响，那每天要动，说要完全好比较难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多多少少会有阻碍，上来就是要100%的上来，对啊，如果你还有一点伤上来的话，这样说实在对其他那些学弟啊，还是在二军的球员是不公平。找回比赛节奏，重返一军，安古威希望自己除了场上实质表现的加分之外，赛前与一旁捣乱的敌人逗趣的隔空喊话，一面舒缓紧张的压力，更渴望的是成为转运龟，为陷入连败的兄弟注入一股新能量。希望不要说上来，人家说上来带塞的，还好看起来他们的气氛也都很好啊。我先去把拉米狗的那个郭彦文、林同玉先压下来。不然孤啦，万贵回来也可以，也可以带一些气氛的。那盛伟啦，或者是志贤啦，他们都蛮会把一些气氛带起来。我相信这些都是可以提升整个战力的一个原动力的。活泼乐观的个性，陈嘉和不只是开心果的角色，有大联盟龟封号的他，坚强的内野守备势必将成为兄弟投手群最可靠的后盾。我来听新闻采访报道。